哥哥，啊是说要叫死人死到呢？带你去医院哦，好不好？严重，然后有发炎的状况，白血球现在是23,000，正常是到16,780。是皮肤病的关系，应该是皮肤病。然后嗜中性的白血球跟单核球都比较偏高，然后贫血，然后营养状况不好，所以他的 BUN 这个比较低，然后球蛋白比较高就是发炎，那胆固醇也低，只有74，正常是110-320，然后四合一的检查是阴性。要输血吗？要。Thank you.